哭，还可以站着。我想可能因为我没想没，当时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还后轮压，然后面我们就给他送去医院，赶快送去医院，他那个司机就掉头就送去医院了，连他母亲也下来了。骨头就有点，就大腿、右腿、膝盖那里有点伤，其他都没有了。因为皮肤都是也是外皮肤外伤。